好，各位现或者因为现在已经天气已经比较晚了啊，现在呢跟大家交流一下目的呢，谈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，大家通过这个这么一段时间呢，大家已经感觉到啊，现在形势呢确实是。风雨欲来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那春天呢？现在各国呢，5月1号到了，这个劳动假，劳动节，5一劳动节也快到了。那么，又有个新的假期。现在各个国家的疫情。